我爸超帅的。走喽，吃饭去喽。哦。哦。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小朋友给爸爸的礼物。橘子啊，今天是爸爸的节日哦，你准备给爸爸买什么礼物呢？要不要爸爸抱你起来看？橘子的孩子不见了，你找那头，咱俩分头找一下。他不会跑去看电视了吧？没有的，也是我的贝壳。啊，吓死爸爸了，你跑来看电视怎么不跟我说呀？我还以为你走丢了。我跟你说了好几遍，你都不搭理我。对不起，爸爸没在意。你就这么喜欢看这个电视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好好看，电视又大，看得又清楚，声音还好听，比家里的电视好多了。这款 TCL 电视超大屏幕，很适合小朋友看动画片哟，也不容易让眼睛感到疲劳，画质色彩也漂亮，而且爸爸看足球比赛也非常合适，大屏幕更像在现场观看比赛呢。是该换了，还是房东留下来的。你喜欢，我跟妈妈商量一下，咱们今天就买它了。妈妈买这台好不好？屏幕好大哎，我们回来可以一起看动画片，还能陪爸爸一起看足球比赛。家里的电视太小了，爸爸看足球比赛都看不到那个球。行，就当给爸爸送个父亲节礼物。太好了，今天可以陪爸爸一起看欧洲杯了。嘿，你还知道欧洲杯啊？能搓动好的吗？再喝点小酒不？美食可以，不能喝酒。